居然在群里面的一个表情。想什么呢？我们发不成直播礼，不是咱们每次见面非得要这样吗？干什么？占我便宜？怎么说的？不是让我松手吗？松手啊！我不难为你。这毒可还要解？什么毒？那是我新买的香粉。有缘再见。不是。骗子鬼！小雨休息三天。灌醉我，想干嘛？当然是要做一些殿下清醒的时候我不敢做的事情。别胡说，王爷要娶正妃了。